你有带证件吗？在家里。你几件事的？这边，你这边头发掀起来，我看一下，这照片不太像哎。啊，你有兄弟姐妹吗？看他们出生年月日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不知道啊？口罩整个拿掉，整个拿掉。你觉得不像？还是带他去按个指纹？知道，我说我们带你去按个指纹。因为我觉得你，我觉得有点不太像，不像，整个都不像，越看越不像。妈，你帮我跟他讲好不好？对啊，那老你是不是二的？那我们带你去那，就隔壁而已啦。对啊，在隔壁而已哦。不要在隔壁而已。不用啦，你妈过来没有用啊？叫你妈过来，我都做完了。